立委王鸿薇今天呢是向立法部还有国安局递交了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以及立委赵天麟卷入桃色争议的资料，要求这两个单位一周之内要提交报告，引起了立委郑云鹏相当的不满，双方是争论不休。那司法委员会也召委呢林思明，他原本要裁定两个单位一周内提交相关报告。 我认为王鸿薇委员，你检举很好，在立法院上面检举，还有言论免责权。马文君委员如果认为那是弊案，当初如果在委员会上，先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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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不
菜，两个人当场爆发冲突，林思明当场才是休息5分钟。